吗？比手语。听魔术堂是在干嘛？比手语。嗨。Hello。他们魔术刚好 delay 一下。好，我们有小小的，不是小小，大大的 delay。对。今天是介绍新品哦，就已经上架了，新品已经上架了。Hello， 你不要再移了，抱歉。你说头发吃到我的眼珠了。晚安。今天跟小阿川一样，嗨，欸，很像哦。看，我们刚才已经玩了，很像，很久的影玩了一片，玩那个死弄玩很久。我们到时候会放上那个 IG 现实动态，我们自己的啦，当然不是公司。今天还是很漂漂，漂漂，谢谢你啊。嗨，然后今天一样有抽购物金三位300块，然后新品已经上架了，刚刚上架了，对，然后等一下那个妮卡会先介绍，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新品不会介绍就是全部，因为我们没办法介绍全部，但是我们就是差不多会有两周的时间都在讲新品，对吧？嗯嗯，对，好。那等一下妮卡会先介绍，对，然后等一下一样有问题你们就先打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再慢慢的回你们的问题，然后新品的折扣是11月19到22号有新品95折，对，对，嗯，好，那等一下妮卡会先介绍她身上穿的那一套，然后等一下我再跟小哈一起介绍，嗯 ，OK。我先介绍，嗨，就是这次的新品是着重在一些针织，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最近很多这种有领子的针织，然后很多大学T也开始有这种领子，然后这一波的新品就是有很多那种毛衣，就是有特殊色的毛衣，然后也有高领的毛衣，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先介绍我身上这一套。最近今年很流行，就是这种有领子的毛衣，然后这件的领子叫水手领，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不要以为说它只是一个今年的流行，它其实就是也有修饰脸型的效果，就像我比较肉肉的圆脸，然后如果有这种就是稍微有领子的话，它会带出那种 V 字线，会看起来比圆领的那种毛衣还要来得显瘦，然后这一款的特色在于它的木纹扣，就是它的扣子是木头纹路的，然后摸起来也是木质的那一种，就真正的木头纹，嗯，摸起来就木头的材质，然后这样子搭配。然后我的这件身上的这件是奶茶色，是奶茶色吧？奶茶色，嗯，杏色，哦，是杏色，杏色吧？杏色，你取的，你取的，我取太多了。然后我搭配了一个就是有深咖，然后这样子中格纹的格纹裙 ，K K， 然后这样同色系的搭配，开始入镜，他今天怪怪的，好，你继续，不要理他。对，然后搭配了这样同色系的搭配，我好想掀你的裙。干嘛掀我的裙？然后还有两个颜色哦，上衣有两色，毛衣。这两色，然后小笔蛮喜欢这一个颜色的，就是模特的小笔，这种很漂亮的蓝色。然后它这边的袖子就袖口有一点点这种卷边的设计，然后它的特别点是在这里，它是木纹扣，这样子，真的是木头的那一种，
材质也是，对，比较不一样哦。好，有什么问题吗？妮卡身上的包包是新的哦，等一下会介绍，你等一下还会再背它，对不对？对，你等一下会背它，那你等一下介绍。可以啊，它有三个颜色，等一下会再介绍。嗯，是包包是新的。妮卡身上的有问题吗？没问题，我要去换下一套。有问题吗？哦，应该是没问题。刚进来的各位，我们今天有抽那个购物金300块，然后呢，我们等等就是。直播的最后呢会抽奖，对，然后大家就是有问题就是会就是不是会介绍外套了吗？等一下会介绍，等一下才会介绍，嗯，我要这样再继续玩一次。Hello， 对，然后大家就是有问题呢可以踊跃的发言，然后好像是选举，要踊跃的发言，这样要投我，投我们1号2号，好，我跟小哈穿的是一样的，对啊。我需要后面，那我才需要后面。哎，然后我们的裤子是不同的啦，等一下会再介绍一下。我们最主要是介绍上衣，这个帽子。啊，我是整身啊，我等一下会在最后再介绍裤子。对，然后先给大家看我们的整身，就两个颜色哦，然后它是就是帽 T， 然后跟之前的有一点类似，然后土色系。对，只是这个比较不一样的话，就是它没有抽绳，它没有抽绳，也没有口袋，这样子。但它是内刷毛。好，我来前面，这样子。然后两个颜色，我们这个是它是浮水印哦，大家有看到吗？上面其实有字，有字哦，只是它是那种近一点。我没那么高。有看到吗？上面其实有字的，这里有字，有没有？这里。这边是有字，然后它的颜色跟它衣服的那个本身的颜色是一样的。对，然后白色的话是这样子，就是性白色是这样子，这样子你们应该比较明显看得到。咖啡色比较不明显。对，然后它两个颜色，然后这是杏色跟咖啡色，然后它里面是有内刷毛的，整件都是内刷毛这个，然后连帽子都是帽子，你给我看，我看帽子也是。内刷毛，对，然后这样子两个颜色，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就是你冬天啊，现在天气又变凉的时候，又可以穿那种就是需要内刷毛的上衣。对，而且它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很喜欢有抽绳的那个，你就那边在那边甩来甩，我不喜欢，我都把它绑起来。但这件是没有任何抽绳的，它就是这样子一体成型，然后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口袋，比较可惜是它没有口袋。但是，如果你是穿一条有口袋的裤子的话，就比较没差。都是内刷毛哦，真的给你们看，因为你们一定会喜欢内刷毛。价钱多少？我记得是499，460吧？460，我记得460。为什么好像我们帽T越来越便宜呢？因为它 CP 值够高啊。好像是460，我帮你们确认一下哈，等一下哈。今天新品都有那个95折哦，然后这款就两色。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哦、你先跟他们聊天一下。460，你我要讲聊而已，你就460，两个颜色，两色都有内刷毛哦，内刷毛，内刷毛，两个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浮水印。对啊，这里就是好像看得到又好像看不到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这种用心那种感觉，而且很少帽 T， 因为帽 T 通常都做那种刺绣啊，或者是贴布啊，或者是图案之类。对对对，我们很少就是有这种，我们看就头那会很小吗？头不会、啊，很大，不还蛮大的。这么，我里面还穿了一件背心，你看很大的，对。是绝对伸得进去，脖子不会卡，不会，完全不会卡。这样子，我可以这样。对，就是你如果穿的时候，它其实肩线其实穿好衣服，通常肩线都会往后溜，你再把它往前拉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子。但里面如果天气比较冷的话，那可以再加一件内搭。我是习惯里面会再加一件背心之类的，脖子不会卡，而且可以这样子。太冷的话就可以穿那种高领的发热衣。对，就是或是这样，这样也很可爱，很好看，这样子。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就穿这个，然后在那边拍照。我刚刚是演鬼片。好，
然后小六的话是配针织裤，就是之前已经上架，然后我们其实这款卖超好的，尤其是黑色，黑色因为黑色可能太百搭了。对，然后配的是新款的裤子哦，可能我这么黑你们可能看不到哈。我先介绍裤子，然后裤子的话它，这个也是小个女可以穿的，然后就是不管是菱形身材或是一般的大众的都可以穿，因为像我穿我是九分那边，对啊，我穿是全长，就是因为我身高150，然后就是我穿的时候是全长，是差不多到我的饼干鞋，就是白色遮住这样子。就是会过脚踝一点点，对对对，过脚踝。然后它这个裤子有三个颜色，然后它是有松紧的，这里是有松紧。侧边那边腰侧会有松紧。对，等一下妮卡会示范这一款这个吧。这样子，它有三个颜色，然后这样子，它这边是有松紧的，旁边是松紧的，跟之前卖有一款白色的裤子很像，就是旁边是松紧的。那个模特兒身上穿那件是比较深的，这个，对，比较深的咖啡，这个。然后我穿的是黑色，因为我喜欢这样穿，就是宽宽的，也不会说小个女穿起来就是什么比较腿比较短还是什么，不会，就是很好看。也可以反折啦，对，可以反折，反折也会比较蛮可爱的。对啊，就这样子。然后它是牛仔布料，然后也它是针扣哦，针扣的，然后是有拉链的，嗯，这样子，然后就是后面有两个口袋，因为我黑色裤子我不好比，黑黑的这样子两个口袋，嗯，然后这两边也都是有的，这款也是 S 到 L 哦，对 ，S 到 L， 材质是牛仔布料的哦，牛仔的，然后它这里还蛮弹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弹到就是会觉得你腰那边会松松，它其实是穿上去之后会合在你腰那边。可以看腰那边吗？腰看得到吗？可是我黑色哎、欸，黑色哎、欸。啊，等一下，那个妮卡会试穿它的尺寸给你们看。对。L 不行，我们最大只有到 L 号。对。不然就是你可以私讯给我们，就是你的腰围跟臀围这样子。版型是正常的，我穿的是 S 号，然后会有一点，我是还有一点宽松度，所以还是可以再塞衣服什么之类的。是上周说这周黑裤的新品吗？黑裤的新品好像是吧，好像是因为我们做这款。哎、欸，对，是那个新品。对，然后三个颜色，一个是这个颜色，它是偏比较土黄的那种咖啡色，土黄。然后这是一般的卡其，然后跟黑色，黑色，总共三色，也不会卡卡的。这就是那种小个女。哎、欸，我今天的筋比较好。我帮你。然后小个女可以穿哦，就是我觉得不会显腿短，因为我看我像我这样搭个帽 T， 因为通常人家觉得说帽 T 遮住好像会很短，可是我觉得不会，就是蛮好看的这样子。然后这款裤子叫做，我帮你看。高腰侧松紧九分直筒裤，请问开始多久？没多久而已，因为我们今天有点 delay 到而已。请问168可以吗？会变成比较八九分那边。对，因为妮卡也是可以穿，但它就是稍微会比较短一点点。对，裤子有分有 S 带的哦。对，三个颜色哦，任君挑选。牛仔布料的哦，所以是不会有起纤维的。很棒哎、欸，我觉得。而且有松紧。对，它是侧松紧，它不是整圈都是松紧。我觉得比那个什么之前那个松紧那白色还要好，因为它松紧比较多。哦。就很对人家很吃香。而且它不是整圈都是松紧，因为如果整圈是松紧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点会显胖。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整圈都松紧，但是如果它只有侧边一点点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就是小腹，就是你的肚子前面那边不会显得你那边很胖。而且你们不觉得这里很特别吗？有三个那个皮带的那个穿裤耳朵，皮带穿孔什么鬼的？我都会说裤耳朵。对，这边有三个。这个口那个裤耳朵一直讲不出来，习惯讲裤耳朵。对啊，就是三个我觉得很特别，因为通常都是一个这样之类的。这也是可以让你们穿皮带的。对啊，就是这样子。因为三个颜色，一般的松紧的裤子它都不会让你再做裤耳朵给你们穿皮带。S 号的很有弹性，这样子。我穿 S 号哦，应该还蛮有弹性的。S 号好，感觉你里面还可以再塞一件。我还可以再塞衣服，只是因为我就习惯穿比较松一点，所以我就还好。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整套就是帽 T 加裤子的话，再给你们看一次，这样子，对，认真的，这样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帽 T 跟那个，这可以也很宽松哦。这个腰围最多可以穿到多少？我帮你看一下。等一下哦，等我一下下。还有什么问题吗？帽 T 很好看，我觉得多福水印，而且很特别。这里有，我是有字的哦，这里。等他们一下哦，等我们一下，等我们一下，因为我们要有时候会有点小忘记。帽 T 啊，上衣有口袋吗？没有，它这一款的话是没有抽绳，也没有口袋的。然后它特别的点就是这里很不一样，而且它很柔软，这边很里面一样很柔软，只有一下下哦，什么？雅静，你在说什么？你要都偷我的毛衣？可以问身高吗？刚刚那一款，我先讲一下刚刚那一款。那一款呢，平方测量是S 号平方测量是26，然后它拉到最大可以穿到35，平方测量哦，平方测量。嗯，我的身高是150，然后什么可以想看上衣扎进去衣裤子的感觉，可是我现在穿帽 T 不好扎，我可以扎一下，我可以前扎后不扎。好好好，帮你挡一下，怕你有那个。哎、欸，刚好遮住。可以先大概这样扎一下，因为我帽T不好扎。这样子，这样子，我帽T是前扎后不扎，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吗？直播大概多久？我们介绍差不多就会结束，可所以没办法跟你说就是大概多久。我们差不多通常都会到9点多之类的，差不多都1小时又30分钟吧。对，就一个半小时差不多。L 号呢？你说刚刚裤子 L 号吗？我帮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这帽 T， 帽 T 是没有口袋哦。然后是内刷毛的，整件内刷毛。平方测量是30，然后呢，最大可以到39，就是平方测量。可是你们的腰围就是绕一圈，就是乘以2，你的30跟到39之间乘以2。是的，现在是介绍新品哦。是的，我们全身上下都是新品哦。那如果你算出来的话，你有点不确定的话，可以再私讯我们，我们可以帮你计算。好，这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小哈的妮卡介绍咯。好，没问题哦。我们要走咯，我们要走咯，我们要滚咯。没问题哦，没问题哦。拜拜，拜。嗨，我回来。我现在介绍的是我身上这件高领毛衣。它这款呢是就是 model 小比一拍摄就说，哎、欸，这款很好摸，他想要自留这样子，给大家看近看一下。它就是这样子的薄针织，但其实它已经算是蛮密的，就是很厚实，很针织非常紧密的一款，就是内搭，我都把它当成内搭，因为我想说如果搭一件大衣的话会非常好看，我穿给你们看。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看，我没有想看，干嘛问？人家想看，我不想，因为我这个是，哎、欸。那个燕麦色，然后我想说搭了一个也是带红色系。燕麦色在这里。那是什么色？这是偏藕粉呐、啊。藕粉。是那一个我打藕粉了。我不知道，我记得我打燕麦。你这个燕麦还是燕麦？那还是什么？麦芽。应该是吧。好啦好啦。这要做一张图啊。颜色。好，然后我这种的薄了针织比较合身的。它我会这样搭在外套里面，然后我背个包看起来比较有整体感，就这样，然后就穿的不会看起来很臃肿，因为你里面的这个虽然是针织的单品，但是因为它比较合身，然后比较薄，不是那种很厚的针织，所以这样穿起来就会比较显瘦。就冬天的时候啊，你应该会有一个困扰，就是你会穿那种很厚的毛衣，然后你又想要穿这种很
好看的利落的大衣，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你人会显得非常的臃肿。那如果你选择这种比较薄的针织，它比较紧密，也不会冷，然后高领的也不需要再戴围巾，然后搭在大衣里面，看起来就会非常显瘦，就比较有质感。对，然后这款的毛衣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的高领的地方，我给你们看，就是它是做这种比较长的，然后因为我是短脖子，所以我会看起来就是脸比较圆，但是呢，如果你是那种长脖子的女生，你这样子有那个皱褶，是看起来非常知性，就是比较有气质的感觉。然后它这一款的针织有很多色，这个。这个是深咖嘛，对，然后我身上这个我记得是燕麦色，是吗？哎、欸，你刚麦芽色，你刚刚不是还在他用鬼打墙第二次？查，还有这个颜色，黑色基本黑，然后等一下哈，还有这个颜色，他就是搞不清楚到底是燕麦色还是什么，要给你们再帮你们查，还是麦芽色不知道。然后好，这个在雾绿。是你们很爱的这个颜色，好，还有他身上这个颜色，来，到底是麦芽还是这个？查查看，衣长多少？我来，你太慢了，我先跟你们说衣长61，然后是一个是米杏，哦，米杏、啊，一个燕麦色，你哪个是燕麦？哪个米杏？那我身上的这个是燕麦，这个是燕麦，然后这是米杏，这是米杏。我一直以为它是麦芽。这件好好看，最近上班都穿我们家裤子。哪一款？哪一款裤子？来推荐给大家。哪一款裤子呢？这个很多颜色，而且你就是可以就买，就是蛮冬天蛮保暖，而且又圣诞节又要到，像那个什么耶诞城又可以穿出去，圣诞节圣诞树。没有，我是认真的，可以跟那个圣诞树融合，而且这次耶诞城我觉得好像还蛮漂亮的，我还没去啦，但我还没去，我有同学已经。你干嘛说我要去？没有，我每年马上就会去。我都先去了，我先去那边。然后是这样。在那边拍那种假完美照。对啊，他故意脚是伸那么长的那一种。这件有分 size 吗？没有，这 one size 哦。one size 哦。对，但它的这边的肩线就是已经算宽，因为我是宽肩膀，我164，蛮高的。你是后肩膀，来，好了，這個、后肩膀，它很有弹性哦，以我这样子拉就有很有弹性哦，而且很舒服，不会刺皮肤，因为我很怕那种毛衣会刺刺的，它不会刺。哇，太晚了，看直播不会，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晚，8:30才开始。對这件的话是420哦，420。然后我们好好笑，对，我们都是一直都这样。隔弯裙，我想把它打开、哦。我认得你，好好笑。隔弯裙，你给他看一下。好，隔弯裙长这样。然后，哎，它有分 size 吗？好像没有。好像有。好像有。好像有。好，你们去看一下。板娘，认真工作好不好？认真工作好不好？他今天的职位的。然后我是梨形身材，然后这款裙子会让我觉得说，我就是可以显得我腰比较细。然后就把我的宽宽的臀部遮掉，有吧？高领会勒脖子吗？高领会勒脖子吗？其实还好，不会，它其实蛮松的，它是很像那个大肠，什么大肠？你那样我又想吃。S 到 L 这个裙子 ，S 到 L， 嗯，你穿什么尺寸？这个 S， 然后它是可以打开的，可是会看到内裤。上衣穿起来很好瘦，它很胖。对，我其实蛮瘦的，很胖。然后因为这件呢，刚刚吃什么？说一下。肯德基、纸包鸡，他辣味的那一个。他还敢讲，他一直在捞那个鸡油，一直捞。他说这个是天然的，辣味的天然的鸡油。害我们只能受委屈吃肯德基，好委屈哦。哎、欸，大家，为什么大家都在笑我？因为大肠。Hello， 小玉。小玉出现了，魔白落地裤哦，那款刚好已经断货了，哦，已经断货了，那个断货了，纸包鸡好吃，就说你们要赶快抢，不然断货就没了。雅静买不到，嗯，雅静嘞，去哪里了？去吃饭，去吃肯德基，他刚好出现，有啊，气死我了。
Hello， 小玉 ，Hello， 好久不见。你收到帽子了没？你戴了没？爆童帽。对啊，小玉有买爆童帽哦。今天要再介绍另外一款帽子。好，你介绍完了吗？他介绍完了，好，可以走了。好，走了，拜。他们已经觉得白狼龙后没地位。你可以走了，不剩。我有乖去，还要非非常好。大家不要问我为什么刘海是中分，因为我用不起来了。那就跟我们中分。对，好啦，我们先给小六介绍，如果他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就之前问题或是现在的问题都可以问哦。好，来给小。好，我介绍就是一看就知道是我的款的上衣。我的款就是这种看起来很诡异的，就是那种线条啊，然后人脸啊这种。对，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就是有什么复古的啦、啊，然后又怎样又怎样，它就是人脸和几何图形那种，对对对对对，很适合它，就是比较复古的东西，然后比较有类似那种艺术层面的。它是诡异系列的，不是，我是艺术人。好，小六上衣好看，好看啊。好，我身上这件是那个绿色、墨绿、浅绿、灰绿色、灰绿吧，灰绿，反正就绿色。然后它是高领，就是有点立领的这一种，对。然后因为我是短脖子，所以你们会觉得好像很高领，但其实它不会，因为我脖子比较短，所以没办法。对，然后它这件是短版的大雪T哦，因为最近今年就是走一个就是短版的那种羽绒外套啊、风衣啊，就是都是短版的外套，所以这种短版大雪T就是可以很，就是比较好搭配那种短版的外套，对。然后这一款是内刷毛的，然后还有三个色。我身上这件灰绿色之外呢，它还有杏色，然后杏色我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因为它会很好配那个外套的颜色。然后还有一个姜黄色，然后身上军绿，对，然后姜黄色穿起来会比你的人会比较明亮一点，对，三个颜色，嗯，三个颜色算短版吗？是。短版是短版，只是小六身体比较短一点，所以我看起来算看起来像正常版，但其实是因为我身体真的很短。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会差不多啦，只是因为我身体真的很短，然后你个子比较娇小。我穿的话差不多在这里，就是我会再撑起来一点。它是稍微短版，稍微短版，对，没有完全短版，没有到很短版的那一种，感觉材质很厚实，它是内刷毛的。它里面是这样子，内刷毛哦，撞到你，对不起。姜黄会不会显黑？不会。它其实我自己觉得它姜黄色穿起来是会显得你整个人会很明亮的那一种。因为我是比较黑的，黑我比较黑，因为我的手跟他说，来，你的手，我的手。你看我的是比较黑，我是比较黑一点，所以因为他骑机车都不戴手套，我都不戴。所以我可以穿姜黄，我反而是喜欢穿姜黄或军绿色的，就是比较明亮色的。衣长多少？等一下哦，小队帮你看一下。我觉得姜黄不会，我觉得那个军绿跟姜黄都很 OK， 只是我自己没有到喜欢穿这个颜色，我都喜欢穿比较亮的颜色，因为我妈都说我很那个黑暗系，对，很黑。衣长54。衣长54，然后你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是圆的，然后女生又有胸部，所以会再撑起来一点点。对，所以穿起来可能会像就是只有三四十几公分吧。对，但它衣长平放色量是54。对，然后这件就会很好搭那种羽绒外套，因为我有一件也是短版的那种黑色羽绒外套，像我就会搭那一件短版羽绒外套，因为今年刚好很流行短版的外套，所以大家可以买这个短版，就是微短版的大雪T入手。嗯，它很好看啊，我觉得，就是一种那种。文青感，艺术人，设计人的那一种毛、哦，整件都内刷毛、嗯，短版比例看起来比较好，没错，因为再加那个高腰裤，就会看起来你的比例就是会，就是腿很长，会显腿很长，对，腿可能有180。你耶诞城就是要穿这个，耶诞城就是穿黄色跟绿色去，然后跟圣诞树合照，而且你拍照起来，如果你朋友拍照够厉害的话，会让你拍漂亮。拍超长，差不多这样子吧，就是人家要这样，你不用，就七三身之类的。对，好，还有问题吗？然后我搭的裤子就是之前我一直就是很喜欢那条裤子，对，就是它很怀旧、很复古的那种，因为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那种比较复古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裤子就是我很喜欢，然后版型又不错的那个直筒裤。多少钱？490。490而已哦。现在有新品95折哦。新品有95折哦。19号，今天到22号哦。到22号哦。好好看。有三个颜色哦，这里三个颜色，颜色很好看。其实这三个颜色摆在一起是真的蛮好看的，这样子，对，这样子会让人家有那种选择障碍。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线条配色也非常的好看，像杏色它就选择配黑色的线条，我觉得这样就是会你的那个图腾会很明亮。嗯，这两个都是配白色线条，绿色好看。对啊，你如果是跟我一样是不染头发，然后都是黑头发的话，其实选绿色也不错。会显得你的脸就是很亮。我刚想说你说不出来，我刚想说你是定说说不出来。比较推哪色？我自己喜欢绿色跟杏色，因为我是黑头发的关系，所以我会选择就是比较凸显自己的颜色。我是这两色、嗯，而且因为绿色其实我觉得还蛮显白，可能因为我是黑头发，秋冬感的配色。good的。都买，比较白什么？选择障碍。哎、欸，它的大头贴真的很可爱，这个。哎、欸，我记得上一次有来。W A N J U N 这个，我上一次也有来。我觉得它的大头贴超可爱。比较白什么？比较白？你说你皮肤比较白吗？比较白的话，三色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就是你看你衣柜缺什么颜色就可以買。那如果都缺，你其实是都可以都买，因为衣柜里面女生衣柜里面怎么可以没有五颜六色呢？然后自己也没有，然后再睡会介绍格子裙吗？刚刚妮可有介绍，就稍微讲一下，对不对？你可能要等一下，可能要看一下回放。对。还有问题吗，各位？你是要抖去哪里？你要唱京剧是？我们已经像神经病一样。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要再介绍别的喽。没有问题，要换谁？换你？换小哈？换我。嗯。小个女来看小哈，嗨，你是怎样？是要演讲是不是 ？Hello， 现在不是那种选举造势会，我不是选举，是你和我。帮你架那个立麦，架起来这么高可以吗？不用，太多了。哦、oh, ，好 ，Hello， 我要介绍我的上衣。不要。什么？好，我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是很像一只熊，小熊。好，这样子先给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我给你们近看，这才有兴趣对小鸭身上的裤。好，等一下哈，我等一下会再讲。这个是熊宝宝的衣服，然后就是它这边两边是拼接式的，然后比较不一样，异材质的那种。然后这个就是熊宝宝，就是那种你知道有一种那种就是有点那羔羊毛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因为现在很流行那个熊宝宝那系列的衣服。它里面是没有内刷毛的，然后它就是，我觉得这材质不容易透风，我穿这样我已经快热死了，这样子，然后它是这种材质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它那个材质，然后它就整件都是那个，刚刚我说的那个熊宝宝材质，它是舒服的，不会刺皮肤，都不会刺，因为我很怕，我都相信你们看过很多次直播的话，都会知道我很怕刺的东西。这样子，那你很喜欢刺猬？对，我很喜欢刺猬。好，这个有两个颜色，我身上是杏色，然后这个的话是雾绿色，雾绿，对，然后灰绿，好了，浅绿，好了，不知道了，就是绿。好，然后这个的彩，这个也是不一样的配色，它双色的配色，然后这边是杏色哦，嗯，杏色，然后它袖子也是做杏色，然后我的这个袖子是咖啡色。绿色也蛮好看，又是圣诞节必备，圣诞节必备。对，然后它一样就是熊宝宝材质，这样子给你们看一下，近看，感觉很烫，可以盖屁股吗？这样很好摸，可以盖屁股哦，我是可以盖屁股的，这样子。因为小哈是150，所以它是可以盖到屁股的，而且它超有弹性，你看，就是可以遮修饰你的那个大腿那边。它是很有弹性哦，你可以里面再塞衣服，然后整件都是这种材质，这样子 ，Q Q 的，软软绵绵，很像厚实感的，对，很舒服的。然后这个的话，我就会配这个裤子的话是上一次的新品吧，上一次，对，它是内双毛，
刚刚说很有兴趣的，来赶快看。然后大家整件都是弹的，很弹，我小腿也弹。你好，你刚才脱下来的时候已经 OK。这样，整件都是弹的，然后它是内刷嘛，我现在没办法脱下来给你看。里面的材质会刺激皮肤吗？不会，完全不会，而且我觉得它不容易透风，不容易透风，就是风吹进来就打进来。对，然后裤子这里，裤子这里有那个扣子，看不到啦。雾面的，雾面的，然后它有弹性的，内刷码的超好的，就是很冷的时候，你干嘛那么激动？很冷的时候就不怕那个裤子会灌风或什么的，就是冬天是必备的内刷码黑裤。这样子，好，有两个颜色，这个熊宝宝，黑裤多长？黑裤多长、哦？我不知道哎。妮卡也有自留哦，这一款。对。黑裤妮卡也有这，妮卡穿 XL。对啦对啦。这款XL 看不出来穿 XL， 就是知道你穿 XL。这款的裤子的话，可是大家都知道，它最小的话是 M 号，所以 M 号到 2XL， 所以、我也是穿 M 号，然后是还有弹性的这样子，是还有空间的那一种。这样子，它整个都小拉穿会太长、哦。我不会，我差不多刚好到脚踝。对，到脚踝，到脚踝这里，这里给你看，到脚踝。有的。我看一下，多长啊？裤子？黑裤版型正常啊。小玉想买吗？裤子的裤长92，嗯，好长啊、哦。我还。因为我穿起来屁股嘛，上去屁股会顶上去。黑裤版型正常。没有，它是偏小版，所以它的开头是 M， 就是它的最小号是 M 号，然后最大号是 XL， 因为它每只能选2XL， 对，2XL， 对，就像妮卡本来是穿 L， 对，然后我就要拿 XL， 但是如果我拿 XL 版型就是正常。对，我通常都穿 S， 所以我这个是穿 N 号的，以此类推，懂吗？有内刷毛会很热吗？会保暖，保暖不会很热，你冬天冷到不行，一定不会觉得热。对，如果这个天还不要，还先不用穿，还先不用，你可以先买着放，买着放。我已经好几条内刷毛裤子，12月就差不多可以穿。我现在又要买一条，又要再买这一条。如果要出国的粉丝可以先买，因为你出国的话一定是比台湾还要冷，因为台湾是在那个亚热什么亚洲什么副热带地区，对，或是去韩国啊什么日本，现在应该都差不多蛮冷的，在下雪了。对，所以买内刷毛去那个国家其实是很 OK 的。Good 的。你们大家都对裤子很有兴趣啊？我的熊宝宝嘞，我的熊宝宝嘞。熊宝宝嘞，你们对熊宝宝有没有兴趣？他们穿起来像熊。不会啊，我觉得很好看啊。你们这时候再拍一个 snow， 然后用那个熊的，好、超可爱的。我们来拍一下，这样。我帮你。想买裤子，好哦。去下单，好，就去下单，拜托你们下单。下单。赶快去下单，为什么我的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坏掉了。小破烂坏掉了，小破烂坏掉是不是？坏了坏了。好美，对这衣服有兴趣吗？还有兴趣吗？还有什么问题？熊宝宝，熊宝宝，熊宝贝那个洗衣精，感觉这很适合，很适合穿着然后去打广告。熊宝宝，这个很舒服哎、欸，可以抱着睡觉。吸引到那个熊宝贝厂商。好了，对他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要换谁介绍呢？妮卡，好，拜拜拜拜拜。Bye. Bye. Bye.来吧，不要。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全身，不要。嘎。全身都是新品，也没有啦，包包不是。你骗人了。好，我身上这件高领毛衣，它是就是算是我认为毛衣里面高领的毛衣里面算显瘦的，因为它的这里有坑条纹路，对。然后这里也有坑条纹路，然后这样的坑条纹路会让你的视觉就是比较垂直的发展，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显瘦，这样。然后呢，这款的毛衣它有蛮多特殊的颜色，像我身上的这个就是藕粉色，然后它还有别的色是我认为就是算蛮好看的特殊色。另外一个在那个模特儿身上，对。然后这个蓝色这样圆一点看。很有质感的这种蓝色，它是那种比较深的那一种蓝，现在因为有点偏宝蓝色，太近会有一
点曝光，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色。对，拿远一点比较是它真实的颜色。上衣有厚度哦，这款上衣有厚度，就是针织是有厚度的。然后模特那件是比较那种橘驼色的那种感觉，就是驼色，然后你肉眼看会有点橘橘的。这个，嗯，等下会介绍西装外套吗？如果有时间的话会。那我们通常就是服装的直播都会有两次，就下礼拜我们还会再介绍一次今天没有讲到的，所以下礼拜也可以准时收看一下。然后上衣是有厚度，不会刺刺的，对，蛮舒服的啦，不会刺。我们的毛衣其实很少会就是刺刺的，因为我们自己都会先试穿过，然后我们觉得会刺的话，我们把它丢掉。我是单穿哦，我是真的亲自单穿，就不会刺啦。如果会刺的话，我里面就穿一件，然后出来直播。所以里面有没有穿？没有。脱下我不相信。啊，我这样穿就有了。你是穿背心？不是，没有。裙子是哪一款？裙子是新品。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裙子。这个裙子呢，它是有坑条纹路的，直直的。对，直坑条纹路。然后呢，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后面，就是有开叉，有看到吗？我在后面里面吗？有开叉，有。它有看到你的屁屁。对，就是开叉的这种设计会让我觉得说蛮有女人味的，就是偶尔这样露一点点那种。小腿这样子看起来很有气质，还好，你还好，很好，好不好？然后它的颜色是我认为它是单色的，就是只有这个色，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颜色还蛮怎么说，就是有一种温柔的感觉，穿起来会有一种温柔的感觉。你很女汉子？什么？好，刚刚有人问说蓝色搭什么比较好？蓝色搭什么比较好？嗯，可以搭同色系也可以，对，就是这种比较。刷色的牛仔裤，好，等一下，等我一下哟。裙子可以近看材质吗？你等一下给他看一下。这样子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基本的黑色也可以，黑裤对，白裤也可以，灰色的裤子也可以。他有灰裤哦。有啊，是这样，有是不是？好，裙子想看近看材质，你要怎么让他？我怎么让？你可能要现在脱下来。好，我等一下脱下来给你看。然后高领会勒脖子吗？高领会勒脖子不会，它很松。所以你是当机是不是？我刚才想说什么意思？高领会勒脖子可以看蓝色尺寸吗？可以哦。好，那你要好，我去换一下小六穿给你看。我不要。还是你现在先介绍包包？你包包介绍了吗？包包还没。刚刚我这个包包，我身上这个包包是上一次的新品。那我现在介绍的是。就是这一波的新品，好，对，这一款的包包它非常的简单。当初我就是挑款的时候，就是采购的时候，我认为说，就是秋冬我们会穿的比较复杂，就是高领啊，然后可能里面有一件毛衣，然后外面有一个外套这样。包包我就不会想要选择特别华丽或者是就是太多装饰的那一种，所以我们这次就选了这种比较亮面的。然后很简约的极简的这种风格，然后可以调长度，然后打开来长这样子，有是磁扣的，磁扣，这样有拉链，这里有一颗，你没有看到我的手在这里吗？这里什么没有？这里有一层那个拉链。拉链暗袋，长夹放得下吗？我今天没带上。放不下，只能放短夹。对，短夹。大家一定要去买短夹啦，因为小哈最近也在买短夹。对，它这上面也有拉链哦，的拉链有拉链，然后它有三个颜色，有这个黑色跟这个杏黄跟色。这里，我的手上，我你不要指这里。对不起。然后三个颜色。三色，对，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包包多少哈。衣服高领领子可以往下折吗？可以啊。包包的话很便宜哦，380，然后现在又在打95折。最推哪色？小哈一定是黑色。没有哎，我觉得这一年应该是这个颜色吧。这个颜色，杏黄吧。推这个颜色，这个我觉得很不错。但我觉得后面那个我喜欢后面那个那个也不错。后面包包也是。如果觉得你的衣服比较不好搭其他颜色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选择黑色的。像我可以这样。对，这样就会变一个亮点。
像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就会变成一个亮灯。不知道在做什么行业。而且我跟你说，小六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蓝色的毛衣配这个也很好看，这样子配给你们看哟。是不是超级好看？也还好，很好看。我喜欢那种配色，可以调长度哦。对，然后想看蓝色的那个实穿，穿给你们看喽。这里，这里。这样子，来，可以调长度。这里你们想要哪一个洞，就来一个哪一个洞吧。可以调长度哦。然后这是什么颜色？你说什么什么东西？什么颜色？这个是，反正这个是杏黄，不是，这个是驼色。哦，是驼色哦，跟杏黄跟黑色。你既然是打秀红，这明明就驼色啊？没有，你哪里有红？你给我的时候是，我记得是驼色。还是秀红，秀红是那个吧？这不是秀红。想看衣服背面，你是说小六的吗？想要看我背面吗？你转一下好了，应该是要看你背面。好啊。天，哎，我穿这完全没脖子，哎，怎么办？打折呀！背面是这样。有。有在中间。他前后其实都长得一样啦。他是有做。给你们看侧面，这边是有弧度的，就是它前面衣长其实是比较短，然后后面是盖屁股的，所以这个款这个版型很好看，因为它前面会让你的比例看起来比较好。这边比较短，然后这样下去，然后这样子给你们看，所以它后面其实是可以遮屁股，然后前面是显你的比例，所以它是一个弧度，这边有做一个弧度，就是有点那种前短后长的那一种毛衣，对。然后这种冬天穿，因为你脖子这边全部都包住，所以你会觉得很保暖。然后像我是短脖子也没关系，因为它其实会这边会产生一些那种自然的皱褶，也会蛮好看的，就是那种欧美的时尚感。我当初没有折下，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有坑条，它本来就是显瘦，记得这样子。衣服价格多少？等一下哦，等我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今天我自己的网路有点怪怪的。稍等一下哈，啊，这个包包有啥问题吗？有三个颜色哦，黑色跟应该是驼吧，然后再来是这个杏黄色，这个我们最推这个颜色。今天的全球网络都不好，是不是？不知道，我今天整个网络当掉，那是他自己买的鞋子，搬家的鞋子自己的，我们都有一人一双，我们都自己私下购物。是驼色，包包的话，这个是驼色，这个是驼色，板娘自己打什么都忘记了。然后衣服价格是，我看看呢，是这个吗？这个，对，499。哦，突然我觉得有点懒。包包有夹扯吗？里面有一层拉链哦，有一个拉链。裙子只有一色哦，看得到吗？然后裙子多长？我帮你看。这里有一个拉链，这里有一个拉链，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拉链而已，然后再一个这个大格的，然后就这样拉起来就没了。裙子是80，裙长是80，然后只有一色，燕麦色。你这次叫燕麦色了？对，总是叫燕麦色。是，他这次很多燕麦色。今年流行燕麦色。让我多个刘海，好，那蓝色看完我要去换掉喽。我马上再介绍别的，拜拜。包包的话就只有一个夹层哦。还有什么问题吗？包包？哎，我今天太黑了，看不到。包包？那你拿这个。包包，我拿别的。包包还有什么问题吗？包包，这个，包包，这很百搭，而且我觉得很便宜耶，又要买了。对，这真的蛮便宜。我们又要买了，我已经在这边帮我买了几个包包了。这样子，三个颜色，然后我们最推的话是妮卡手上的这个颜色，因为今年还蛮流行的。这样子。好的，简约。这样子，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哈，你们一定觉得我很黑，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干嘛的，等一下就是会偷偷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可是我妈先介绍完衣服，我才会告诉你们。厉害的。对，厉害的。你好，你的灰色比较明显，我在等你。好，那我等。对，我在等你。那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我这衣服。拜了。感人了，这样子。
加走了，加走了。刚才我很黑，好，给你小六出现，就是我们刚刚要介绍的这个是外套吗？不告诉你，我们要先介绍这个。哦，他是问说这是，我以为他是问这个不是外套吗？没有，我刚说我等下偷偷来跟你们讲一个不错的、很好的、好的、超棒的。你们会喜欢，如果喜欢我这种风格的人就会喜欢的。嗯，喜欢我这种风格的人也会喜欢的。好，那我们先介绍喽。来来来，我们一定我哎、欸，我很黑，我真的好黑哦。这样子，哦，北龙棍。我们要认证照。好，好，我们也是介绍上衣，来进来，这样子。我们是介绍上衣的 polo 衣，然后 polo 领的 ，polo 领的。然后你看我们两个配色，这里都是蓝色的、哦，蓝色的，这里蓝色，然后一个脸，一个表情，这样子，这个脸是这样子，嗯、很好笑哎，那脸很有喜感，嗯，很适合闺蜜装。对，好，等一下回答你们。他是这样，不是，好，是这样，好，它是两个颜色，然后我就是。你们很明显就我全身黑，然后它是灰色，它有一点那种麻灰的那种感觉。对对，然后它也是内刷毛的大雪T，只是它领型是 polo 领的 ，polo 领的大雪T。对，等一下给他们看好了，灰色更明显。给你们看，你给他们看，这里是那个内刷毛的，嗯。然后它这特别的点是这里，就是它是针扣是可以开的，就这样。就是你要多开有多开这样子。嗯，它是真的可以开的哦。你想要露一露线什么的，就只能开两个，我最多只有两个。然后它就是可以，就是看你是要全扣还是就是有一点开一个什么之类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全扣，就是因为我想用 polo 衫，我是喜欢比较复古的穿着，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走那种复古路线的话。你可以全扣，但如果你是喜欢走那种比较搞怪的那一种的话，你就是那种坏学生概念，就是扣个一颗就好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衣长我帮你看一下，等一下哟。它这个就是也是大雪T的那种材质，然后里面整件是内刷毛，它只是做比较不一样，它这里是有领子的，就是今年蛮流行就是 polo 领这样子。对。有点类似蓝色小精灵啊，我觉得。衣长66，两个颜色吗？对，两个颜 色，基本色。你看，闺蜜装，认证照，认证照。两个颜色，我就是黑色跟灰色。我今年就是要走个很灰的概念，就是整个人灰灰的。对，两个颜色。两色。不会哦，你刚好跟他们讲长度，对不对？对啊，66。两色这样子，我是可以遮屁股的，你也可以。不好意思。然后他就是搭刚刚的那个怀旧裤子啊，我就搭这款裤子，这款裤子卖超好，就是大家好像看我经常穿吧。这个也不错，这也卖很好，而且它是有弹性的，弹性我要把我的肉弹飞了，弹瘦了。对。啊，我觉得他们是在等我要介绍的东西。不可以。想要知道吗？不告诉你们。想要知道吗？不要。你们想知道吗？想知道吗？想知道吗？等一下，小哈介绍一个超厉害的。对啊，你们喜欢的，我自己也喜欢。没人理我，内刷毛一定要买来囤货。对啊，一定要买来囤货啊。真的。应该是裤子啊，他们应该是要裤。我记得他刚想要裤子。想。哎，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大头贴。你刚刚讲，你私讯给他想。啊。我衣服还有什么问题吗？阿达头罩真的好可爱，感觉有很爆的，对对啊，很爆的。秀蓬，你们是不是都不想理这件 polo 衣了？这 polo 衣很好看哎、欸，很百搭，很好看，你们都不要吗？嗯，哎、欸，大家要记得等一下会抽奖哦、喔，就是等一下直播的最后会抽奖哦、喔。你们不认真回答留言的话，我就不给你们看了，我们就不抽了。今天三个人都怪怪的。好啦，不吊他们胃口，我要去穿。好，小哈要穿喽，我帮你遮住。等一下会抽购物金，然后一样抽三个，然后呢，19号到22号呢，都会有那个新品95折。很认真，有你很认真，我希望我会抽到你，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大头照。我刚刚那个。对啊，很喜欢他的大头照哎。我希望抽到你。我要先拿起来私心让你们看吗？可以让你们看。我好厚、哦、你跟他们聊天板娘好
我来跟你们聊天。不行啊，这样我本来要介绍的东西就看光了。没啊，被偷曝光啊。好好好，好啦，现在小哈在换一个很爆的。他正在变装中，那一款是我们三个都觉得很不错的。嗯，不得不得。然后等一下那个直播可能会断掉，因为好像快结束了。刚刚小帮手提醒一下我们时间，然后好像要快结束了。嗯，然后大家可能要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天。嗯，好。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三个会一起穿也是不错的那个毛衣，对，毛衣，对，没错。嗯，好，大家有推荐？我们啊，哎、欸，你讲啊，你染头发什么啊？好啦，我这礼拜周末去染头发，我有重烫，但是我一开始就是刚烫的第一个礼拜就会有点不会整理，所以会有点忙。然后我现在染的这个色是2018秋冬最美发色，叫做枫糖斑比色。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就是有看不到，跟你以前一样，不好意思。哎呀，看得到。然后你看，它已经变小呆瓜了啊！我刚剪嘛，会呆一个礼拜。好，我们直播会断掉咯。好，我们先断。好，等一下再进来哦。等一下回来。嗯，拜拜。